各位觀眾大家好啊，歡迎嚟到裝修華工作室，我係裝修華。今日咧，我帶咗一件 Wox 嘅好架撐過嚟啊，就係 W30.4 嘅充電式油壓磚啊。呢一把嘢咧，之前咧只可以喺水貨上面買到啊，但而家行貨都有啊。佢究竟有啲乜嘢咁耍家呢？我即刻同大家去開箱啦。但我哋開完箱之後咧，成副嘅家當咧就喺齊度噶啦。咁啊，佢首先會有份說明書連埋保養證啦，大家記得填啦。我就已經睇咗噶啦，所以我而家即刻同大家去講解一下。佢呢個袋咧就係方便俾大家咧就拎佢出去咧就做嘢用嘅。用唔用咧就隨大家意啦。佢嘅最主要嘅主菜咧就係面前嘅呢幾件啦。呢一套工具咧就叫做300.唔知幾多啦，因為咧佢有.1、.2、.3、.4嘅，咁打轉本身就係300，咁啊.幾就係點解咧？呢一套嘢就叫做點四嘅300.4，咁佢300.4咧就係話佢會有一粒嘅20W2A 嘅電池，再加一個20W嘅4A 電池，咁就係300.4入邊嘅嗰個套裝所包含嘅嘢啦。所以咧佢嗰個電量咧係可以話叫做好足夠，可以支撐你哋去做好多嘅轉動嘅工作啦。咁呢把嘢咧，其實我哋就去睇睇佢先。設計係非常之就真嘅，所以咧除咗師傅啱帶去開工之外咧，你屋企咧都可以叫做留佢喺度咧看下門口嘅。點解呢？因為咧佢個重量咧只有1.9kg 啦，所以佢咁細把又咁輕，所以咧其實屋普通的凡人不是裝修師傅都可以操作到它的。這把東西還有一個特點，就是它的氣筒其實有 19mm 這麼粗，所以你不要看它這麼就真就以為它沒什麼力，其實它的力水都挺好的，它那個衝擊的能量有 1.5 兆二，而且它每一分鐘它的轉速有1100轉，衝擊5300下，所以咧，佢鑽石市場係絕對夠力嘅喎。咁所以我哋如果用一個石屎鑽嘅模式嘅話咧，佢可以喺石屎上面咧開18mm 嘅窿啦。如果我哋話佢仲用一個配件係送咗俾你嘅，就係一個鑽門頭啦。你鑽咗佢之後咧，就可以用平鑽，上普通嘅鑽嘴，甚至乎上埋批嘴都得嘅，就係咁樣樣啦。嗱，如果我哋用咗個平鑽嘅模式之後，佢咧就鑽呢個鋼材咧可以去到13mm 啦，鑽一個木材嘅話，即係用豬鴻鑽啊，可以去到20mm 嘅。所以咧，佢其實咧個用途咧都相當之廣泛。嗱，如果你咧真係識得調整嗰個力度嘅話咧，你甚至可以上埋批嘴落去，上埋螺絲都冇問題。點解啊？因為呢一把鑽咧本身咧實在比較輕巧啊，你唔會好似一般嗰啲大型嘅油壓鑽咁樣樣，你真係揸到手攰。所以呢一把鑽佢嗰個用途嘅話，其實都真係幾廣泛下嘅。嗱，呢一把咁好嘅工具咧，喺各大五金店同埋裝修摩都有得賣㗎。咁今日嘅裝修華工作室咧，又到此為止咯。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